无线 HD 有口皆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ella， 身高170。阿明，等一下，阿明，你先叫声在干嘛？你是在花时间哦，你哪边？重来。要等他们回应啊！等一下，来，再一次，再摸摸他们，再一次来。哎，再一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ella， 史黛拉。哎，史黛拉，好，然后呢？好，继续。你刚刚知道自我意思，把它介绍完来。32D。你32D 有32D 吗？又这么小，我觉得你谎报哦。你应该34E吧？哦，因为其他人都比较谦虚，比较害羞啦，就故意报比较小一点。事实上，从我这边的角度看过去，侧看成功，侧成立，一波未平是一波六起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当主持人的福利，你们看不到的，只有我看得到。请问你平常就是请问你那个从小就这么大吗？没有，长大才变大。长大。那你平常就是吃什么去保养，让它变得这么的一波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？多吃水果。吃什么水果？吃木瓜吗？哦，什么哦？一般就是大部分都是吃青木瓜炖排骨。那个现场的男生如果想要让自己的一波又应该是没有啦，男生应该是比较不需要这个。好，然后那个史黛拉就是今天特别是从是从高雄过来的吗？高雄啊，他本身是高雄人，而且距离台南蛮近的，然后喜欢他的朋友们可以到他的粉专多多支持，他的粉专听说已经停滞很久了，粉专人数多少呢？跟大家炫耀一下。80万了，粉专的你是蔡依林吗？哦，80万减一个零啊，目前他粉专人数已经8万多了哦，8万多这不简单啊，这很厉害了。赶快破9万哦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分享，然后没关系，你只要常常来资讯展，就以后很快了，快了，好，这是史黛拉。我明天破十万。我明天破10万哈，好，那那给大家加油。史是哪个史？历史的史。代呢？戴安娜的戴。拉呢？拉拉手的拉。拉拉手的拉，就是没有草字头的拉，是手字旁的拉。拉爸的拉，手字旁的拉。好，史代拉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这是我们对非常美丽漂亮，而且目前单身，已经单身很久了。好，然后还继续。好，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？哦，你爱你们。然后待会好，待会儿我们送个礼物好不好？然后那这个礼物比较特别一点的，因为他们待会儿又要赶场。这个可以用唇印吗？唇印哦，唇印比较有吸引力嘛。唇印就是说，蜂蜜比较里面，待会儿你们拿到里面去，你亲在这边，因为我觉得今天你的口红很性感。这个就给我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就不用问了嘛哈。好，那不用，真的吗？我怕我这个被打。想不想要史黛拉的这个 Only One 的唇印笔记本？想要的来个尖叫欢呼声一下！没人买呢，今天没人买呢。好，那就给我 OK， 不用紧，谢谢大家的配合，谢谢大家的配合，太好了，马上升起来。对，没关系，没有，我们不要去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主持人最主要不要去跟底下要什么掌声，对不对？要放福利你们，给你们都不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我们下一个，待会记得要寄给我，那本就给我了，那我就拿去网拍上面卖，一本没有标1000块，好，起标价1000块，好，来继续接下来下一位，来换个位置一下，好，跟现场朋友自我介绍一下。起床了，快！起床了，
来再一次，还有没有？看到精彩的不要剩点，我有没有增加话筒就好了。出个声音不会死的好吗？出个声音让我们知道你们还活着好吗？来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乐。呜，哎，对嘛，哦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小乐，好，那自我介绍一下，哎。我叫梁小乐，哎，身高176公分，体重55公斤，三围是32C 和35C。30，我没有底下就不用那个底下的人，那个男生基本上不会记底下，男生只会记第一个。哎，你32C， 他32D。哎，哇！可是我感觉，哦，他爆小了啊！对，我很奇怪，应该，我觉得你也不止啊。好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哎，星座，处女座，他目前是单身，对，单身。然后平常都是接哪方面的活动居多？车展之类的，哦对，像哎高雄车展那一种嘛，就是车展哦，高雄车展，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大皇冠啊，车展活动比较有机会看到史黛拉跟，而且哦今天穿着的非常的美腿，那个这个腿要伸一下 ，Oh my god， 哎你的腿可以到我的腰部了，哎呦，跟长哥到腰部了，哎这是我们的长腿美女，然后那个。而且刚才那个刚我特别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